我看我们瓜吉今天一直在看聊天室，你有什么想讲的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我只在看大家在骂我什么、啊。我早就有预料，大概是这个样子的，其实还 OK 吧。他们有在骂说，不是骂了，他们有点指教，就是说，我觉得馆长对瓜吉有点太客气了。所以我都心里想说啊，那就不要客气啊。那没有，我哪有对谁不客气？我们主持节目，我什么时候对谁不客气？你可以他妈你们这些王八蛋！我前几天在我会员直播，我还有开玩笑说，我前过几天会去上馆长的直播，他就说啊，那你到时候跟馆长吵起来怎么办？那我就跟他说，我的观察是，如果他真的要扁我的话，我大概一拳就不行了。所以我觉得我只能赌我能不能跑得比较快一点，因为我觉得我馆长看起来没有像是很会跑步的样子。是，我当初是很久没有跑步。我是开玩笑的啦。